那个。我年龄比你大，什么都比你大呀。什么都比我大？嗯，好像不是吧？哎，你干嘛？好像再见你一面。秋日的风一阵阵的吹过。你可能不相信，我是真喜欢你。你可能也不知道，我也真喜欢你。蓝雨，那我能不能申请到里面参观一下？申请表格早已钻进到府上，你没看见？我不知道你正忙着呢，我先走了。最爱你的人是我。你看上个女人，要跟她结婚了？我又不是没跟你讲过，玩这个没那么认真的。清楚，你清楚个屁呀、啊、你！你以为刘征还能再给你找一个像我出手那么阔绰的客人？你帮他们天真了你！那应该是我报答你的，老板喜欢来那种姿势。蓝雨，不早了，去洗个澡。